锵锵三人行，今天还是请来我的两个统治阶级跟我在一起啊。那正好是碰见我们二十周年大庆，十八锵锵的十八年这个小庆，所以说呢，允许我们这个自嗨三天啊，只能嗨三天啊？不是，现在是第二天啊，现在第二天，而且我们这个锵锵还搞了一个小活动，你可以看看我们观众的这个网友的这个创作力。啊，我们把那个钥匙扣啊，寄给他们。现在我趁着你们俩在这儿啊，先公布一下这个获奖的啊，你可以看看他们几个做的漫画。现在这个，哇哦，啊，后面是你们历来什么来参加过你们节目的嘉宾，哎呦，是吗？对，你瞧，哎，文超，你女嘉宾呢？谁啊？伟杰啊，小田儿啊，那个什么呀，幼婷啊。天哪，做的都不认识了。好玩吧？好玩吧？你再看下边。这个最有意思了，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锵锵，最旁边你注意，最旁边那个是马未都啊啊啊！看马未都，那是梁文道，对吧？文道，徐子东，然后徐子东，哎，那个把腿翘起来的是谁？是你吗？是我呀，中间那肯定最帅的就是我呀。你再往下看，给锵锵三人行再投五亿，你再看下边，呵，你瞧，这做的有意思吧？哦，哎，马家辉啊什么的啊，瞧瞧，天哪，瞧瞧，那边张召忠、王猛，天哪，再看，哎，这个画的是用了功夫啊，他就是画的呀，像，我是觉得画的特像，哎，你再看下边，瞧，敌台十八年，后边是那个台湾国军方向的那个朱佑廷、马家辉，这都是他们的小创作。所以呢，咱们看一下这个获奖名单啊，你再看，到时候我们会把那个钥匙扣啊，寄给大家。什么钥匙扣啊？就咱们台做的那个纪念品呢。哦。当然后来人家网友说，你们送这东西现在在网上都有卖的。是吗？嗯。其实我觉得以后你们应该把刚才那个网友创作给他制成各种各样的纪念品，是吧？哎，那特别特别有创意吗？你们俩说说跟观众有什么故事？我平常真的，我有时候觉得我自己有点。但是性格使然，我跟观众真的没有什么太多的交往。我不知道格辉是，哎呀，我是那种，如果要是人家给我写信、写 email 或者是那个，反正不管用什么样的形式，有的时候甚至是他们给你们的信，我会收到这种，哎，请代转刘长乐先生，请代转窦文涛、陈鲁豫什么的，我就会特别怕给人家耽误了。我至少要交到你们的节目组，我也会转给老板的秘书。对啊，我都会这么做，所以不知道会不会这样的话，那个大家就更愿意给我。我觉得我有时候在审视我自己的性格，我觉得我跟观众有一点点距离，是因为我内心可能不够自信。我觉得我没有那么好，就是一旦你真的近距离接触我之后，我怕我会让你失望。还是什么？我觉得这可能是我的一个真实的一个心理的一个。我觉得你活在一个玻璃罩子里。没有，我不是活在一个玻璃罩，就是，不，鲁豫说的这种不自信我也会有，但是我的反应呢，我不是说把自己就给包起来藏起来，我是觉得，哎呀，我何德何能会被大家这样喜爱，我就会忙不迭的想去回报人家，所以我会给人家回信，我会给人家转信。我或者会寄点小卡片，寄点什么咱们台的那个纪念品啊。哎呀，你看格辉特别好是吧？特傻、特认真，那么一种人。其实我也会，就是我其实我们的内心是一样的，只不过选择了不一样的。哪儿不太一样？我跟你讲，我想起鲁豫当年较真儿，他较真儿，你知道吗？他其实是真把观众当成跟他一样的人了，你知道吗？是一样的人，我觉得。所以说，你记得吗？哎。那是很早很早，那个时候你还很幼稚啊。我现在也很幼稚，我知道你要说什么，我知道。就是说，人家有个观众啊，就是写信给他骂他，大概是说他做的节目什么不好什么的。不是，是别的我都能接受。那次什么是911之后如果你要说什么节目做的不好，我觉得那都可以。他就说是你的那个态度有立场有问题，好像说我亲美。对，然后后来呢？那你跟人家就不是人家后来把那个就不是把家里电话就留在那儿了。然后鲁豫就真的打人家里电话，然后问谁呀？他我是陈鲁豫。哎，你给我签个名行吗？这是真事儿、哎。你这么一说，你这么一说哈，我想起有一件事儿来，就是人家认出我来救了我。怎么回事哈？那个我有一次去赴一个饭局，结果就在那个。餐厅的楼下那个大堂里边，我突然看到一个男孩在踢，就是那个女孩抱着那个男孩的腿，那个男孩就踢他，
天哪，我就冲旁边的保安喊，我说你们不过去管一管、嗯、然后那些保安就很奇怪的看着我，我就受不了了，我就那个吃，因为去赴饭局还穿个小高跟鞋，我就扭着高跟鞋我就冲过去了、嗯、冲过去以后我把他们两个撕开，然后我说不许打女孩子，我也不知道什么情形、嗯、但是我就说不许打女孩子，我就这么推开他，结果那个男的砰的一下就把我又给弄开、嗯、然后我说干你什么事儿啊，然后我就觉得他那个正在气头上，那个手都抡起来了、嗯、然后我当时其实心里也挺怕的，但是他突然看着我说，哎，你不是那个徐，我第一次是这样说，我是许哥慧，我是凤凰卫视，别打我我这样就然后麻烦点，然后他说哎呀徐老师，他说我真的是你啊，我说是我是我保证我是，就这样，后来呢才知道是男女朋友，男孩子要说他去赴饭局、嗯、女孩怀疑他不是不让他去，然后男孩就受不了，那也不能打呀，反正他们两个就推推搡搡，然后就开始那个女孩就抱着他不让他走，男孩就踢。哎，你别说，他身上有点这个侠，他有点那侠气，他有点行侠仗义的劲儿。他是特别莽撞的那个。最后我给他们两个安抚说服，最后我陪着那个女孩，因为男孩说我一定得去，不然老板会把我开了。嗯、最后我陪着那个女孩，等到那个女孩的妈妈来接她。哦，然后等我再去我的饭局的时候，我们的朋友所有的朋友就说你干嘛去了？我说我就在你们楼下。哎，这点我觉得许国辉会比我好、嗯，我可能本能的就会害怕了，我可能本能的就害怕，我是一个特别害怕面对冲突的一个人。嗯、我现在想想，但是你知道吗？我现在想起来，你在某种他就是他这么一种啊大婆的这么一个，就难道我是小婆的？不是，你是我另一方面的偶像，嗯、你知道吗？我跟凤凰争点什么都是以他为理由的，你知道吗？他，哎，我觉得我很佩服鲁豫。对，鲁豫是一个有原则的人。你，但我也没有，我也不太会争。你看上去你很弱不禁风吧？嗯。但是实际上你敢想敢干，这个在凤凰，我觉得在主持人这方面，你想、嗯、真正就说超越界限的哈，就干出一个大事儿的，其实他是头。有了你才有了我们，你比如说我当时一直第一个就是说鲁豫说新闻，嗯，对吧，所以我现在我要跟鲁豫正正名，嗯，其实呢你们俩在我心里都是最好的女主持人，我都真的假的，我向毛主席保证行吗、嗯、就而且我这个人呢实际是心里需要温暖，所以你要说最好的女搭档，我最喜欢的是跟你们俩搭档、嗯、就主持节目的时候啊就非常放松，我也是，对，就放心，特别放心、嗯、没错，你看这个主持人呢、啊、实际上很多那个杂碎想法特别多、嗯、对吧，包括这个人都是有人的缺点，争风吃醋这些都有的、嗯、你要不熟啊在一起合作就有很多需要顾忌的地方，但是你看我跟你们俩在一起我就觉得哎就怎么都好，嗯，哎，就愿意，就是你要说太好了对吧，你不说我就接着你说、嗯、怎么都舒服都那种、嗯，所以这是一方面哈，另一方面你看我就说这个，你看鲁豫，嗯，当年说是说新闻，嗯，哎，他就是噔噔噔，他就说他原来做音乐节目的，按说是做早上那个时候，你知道，可能现在说起来很平常，但是那个时候的新闻都是像播音员一样在播报啊。所以说无知无畏是一个特别好的事儿。你让我现在说你去创一个什么新的形式或者干件什么新的事儿，我内心会有很多的琢磨，就这事儿我值不值得做，我万一做砸了怎么办，你会有很多的那种别的想法。对，当年不会有这种想法的。而且还有一个我就觉得这个人呐、啊、他怎么说呢，他这个图谋啊，他的格局大。你比如我没有什么，你看我是个男的吧，其实我觉得我是个小男人，我想不到很多很大的。当年、嗯、你看你们俩本来是在央视就很出名的主持人，然后去的凤凰嘛，但是我就记得早在很早的时候鲁豫就私下里跟我讲，他说这个你看凤凰现在在内地啊这个落地有限，嗯，他说你看我们的这个节目哎做得挺好，但是传播范围有限，嗯，哎你看他后来他就说我应该进入这个内地市场，但是一进入内地市场你知道我觉得特别难的一个地方是什么，他原来做这个鲁豫有约是一对一的，就这种访问，就像你这没人没那么一对一访问，嗯，对对对，好，你一进入内地的这种卫视，你知道他实际上面临着一个观众的改变，竞争特别惨烈，哎呦，我刚才还跟各位说，我说其实我们俩在凤凰舒服得很、嗯、为什么呢，不知道收视率是多少是吧，也不用想，没有，现在凤凰也有收视率啊，我也不看，
反正你看，就是爱说什么就说什么，就是反倒有了一种放松，你知道吗？对，他那个后来那个他那个制片人就讲，哎呦，你什么，你这个名，这个节目的收视率啊，位置变动一位，对对对，甚至人家采购你这个节目的价钱就变了。嗯，对，而且一下子你看这个节目就变成大演播厅节目，而且甚至于这个节目的调性，我就认为得改变。我跟你说，凡事真的是一利必有一弊。你说好，它毕竟是不好；有不好，它最后一定是好，就是永远都是这样，非常，我觉得非常怪异的。你为了要有更多的观众，你必须要把你的那个格调稍微的拉低，可能慢慢慢慢会被你内心。也不要拉低，就通俗，更通俗，更娱乐。实话实说，其实就是要拉低一点，你就是不能那么曲高和寡呀。嗯。你要还唠一特风花雪月，谁能谁看？肯定没有人看。但慢慢可能跟你内心的那个追求会有点拧巴，你会有点痛苦有时候。那你喜欢跟这些明星们家长里短？不能太家长里短。其实我本身，我觉得我的内心可能是个男人吧，我觉得。哼，只有我内心是个女人。你们俩内心都是个男人，真的。这是好事还是坏事啊？就是你觉不觉得他实际是很毒啊？就是自己想好了一个什么事情，我就一定要干成。对对对，对，我觉得鲁豫是那种内心可能有纵有千万般的纠结，但是他外在的表现他是挺有原则的，挺坚定的。嗯，我是那种内心不是特别爱纠结，但是呢，这个事儿如果要是和别人有关系的话，我会替别人想的很多，所以就变得纠结起来。但我有时候我也不知道，我有时候觉得我很有原则，但有时候觉得我还是很容易受外界的声音的影响的。但是因为这些年我觉得我在工作上有过一些往左边一点再往右边一点，就我希望让所有人都高兴，为了要迎合，因为你的那个团队又特别大。对，我有时候我有过迎合的时候，但发现凡是迎合都是我错了。怎么迎合我不懂，就是你举个例子，怎么迎合。举个例子，比如说你的节目你需要更多的人看，那你需要做一些可能你不想做的选题，可能那你会觉得，哎，那我稍微改变一下，这样更多的人可以看，但这过程其实你内心是痛苦的，最后结果未必是好的。所以人有时候不能，人你就只能做你自己。但是文涛刚才说的那一点哈，我倒是有感触，就是这个内心外在到底男人女人。其实哈，因为在我采访的嘉宾里边，我就发现自己性格有不同的反差的，就是内心，比如说像你住着女人，我们住着男人的，其实这样的人人生会更丰富，因为他可以从不同的思维、不同的这种视角，和感触的那种维度来体验人生。要我说，人这歌辉人生境界现在都比咱俩强。嗯，你知道为什么吗？嗯，他现在已经到那种共产主义阶段了，就是说他是为了快乐而工作。嗯，你知道你不是吗？啊，你不是吗？你也肯定不是，你也早就我得谋生啊，我得不是我得维持这个局面呢。嗯，这你我因为我刚才问歌辉，我说你现在做这个名人面对面啊，你是不是就觉得，哎？是真的心里挺快乐。他说当然了，他说要不我就相夫教子去了。嗯，我为什么还愿意干这个，你知道吗？这就是嫁了富翁的好处。他你知道吗？那怎么办？那我完全可以不考虑钱的问题，我来甚至是自己搭钱，你知道吗？这来那嘉宾说有没有车马费，各会人自己掏腰包给你。嗨，这是把凤凰臊的，这应该的，臊死凤凰那管理层。哎，有一件事儿哈，我不用跟世界去声明，我跟你们两个得说说哈。我结婚这么多年哈，就是一直到这个大概去年吧，然后我先生的秘书说那个给你也办一张信用卡的副卡吧。哎，我说有这个必要吗？我说这么多年我家庭所有的开销都是我在付啊。然后我先生说。真的吗？我都不知道哎！我说这个不懂得感恩的男人啊，他一直在用你的钱是吗？是的，关键是我们，但是你看他也这样想，他也这样想。要知道，这时候我要夸夸凤凰了。哎，等一下，你先夸凤凰。对，就是凤凰给我的这个工作，既可以让我维持生活，又可以让我找到心灵的快感。我的天哪！对，真的，你是靠了凤凰的钱养了你们的家呀。那是还是足够的，足够的呀，是足够，足够的。你家吃多少，喝多少，啊？我们家庭生活的要求并不是太高的呀。那你老公那钱都到哪儿去了呢？我从来不管。哎，我天哪！哎，我好奇，他去投资，咱们做投资的吗？那时候见过傻的，真没见过这么傻的。学会就是这样的，学会是这样的。我怎么？哎，我觉得挺快乐的呀。这是我从小以来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要自食其力呀。像我们这样女性都是这样子的。
对，我就所以我就说我觉得我认识的这个女性啊，我的这个女嘉宾呢、啊，我觉得真是世界上啊顶好，就是说，哎，文涛，你后悔没有？所以我想问一下你，我想问一下你，对不对？你这一生、嗯，你目前你有信用卡的副卡吗？你的副卡谁拿着？我好奇。没有啊。就你的信用卡没有副卡？对呀、啊。你拿过别人的副卡吗？没有啊。哦，那我心里平衡了。你拿着几个人呢？我从来我都不知道是副卡这个事儿，不是你，所以你也是一直自己挣钱自己花，对吧？你以为呢？因为对呀、啊，就最关键的是，我要就是我挣的钱从来都够花，我从来没有想花我自己挣不到的钱。你知道这个是快乐的源泉。嗯，那你嫁给大款干什么的？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你觉不觉得刚才歌辉那个语气有点像是那种就是说开新闻发布会澄清关于他那个被包养的那种有点那个语气啊，我花的都是自己的钱，这么多年靠凤凰的工资是够的，是吧？不是，你让我想起什么，我就说我曾经就是有跟有些人说，我说啊，好女人不会找我的，喜欢我的得是超好的女人。我发现我身边呢真是超好的女人，而且这些女人往往社会上的人对她就是有时候有误解。嗯，你比如一个，你像有一个她刚才说的这傻劲儿的，你知道让我想起广美啊。嗯，但是这是人家广美自己也公开的啊，所以咱们就可以讲，就当年你记得吗？她有一个意大利的那个男朋友，你知道吗？哎呦，广美啊，就说是，我说这个人呢、啊，他能已经事过境迁了，说把他的钱都花了嘛。广美有当然广美现在有好的家庭，也嫁了大款，是吧？又重新站起来，是吧？但是呢，就是说广美回顾当年那段的经历，你想一个女人，她怎么说？你们就没有想到，哎，广美说我现在想起来，我很感谢那个意大利的那个男人。我说为什么很感谢呢？他说你看像咱们平常都省吃俭用的，他说你知道吗，他们那种人啊，就是为了泡妞吧，你知道就是在欧洲，他说我曾经过过什么样的生活，就是在维也纳最好的歌剧院听完了歌剧就登上了这个私人飞机，就可能去到了罗马，到了一个什么就去吃一个最高级的什么晚餐，然后又到哪儿，他说我过的是那样的那个生活，他说如果不是因为他，我自己永远不会去这些地方消费。所以他现在想起来，因为有了这段经历，他得以享受了一下这个世界上的高消费。那他的心态好好。不是，问题是什么呢？有一次跟我回来说是那个迪拜那个酒店，就那个船还是七星级酒店、说他住那个总统套房啊、说如何如何好，这总统套房，说什么一晚上我记不清，好像相当于20多万港币啊什么的。后来我就顺口问了一句，我说那花的是你的钱吗？他说是啊，当然是他的钱了，花的是我的钱。广美是一个十分打拼的一个女孩子，我身边真正比较娇气的只有鲁豫，得了吧。但我再说广美的心态特别好，如果是我的话，我会一直恨着那个挺渣的人。对对，你看他说明你心里没放下他，所以我就说嘛，人生真的你不需要跟别人解释，就永远不解释，不解释不抱怨，因为解释了所谓真相其实存在吗？你永远只相信你相信的，解释没有用，这个就不解释，也是上了岁数。刚才文涛，对不起啊，我没，好吧，这点我就你就忘了，你看掉刚才那一段，我不需要解释了。我花的是自己的钱呢。我没有花掉，花掉。广告之后见。你看，就是20年啊，我跟你讲，就是人生的这个两头，在最20年前呢，你那个时候的任性随意啊，是一种两小无猜的阶段，确实没什么负担。
也没什么人关注你，你的节目也没有什么影响，所以呢乐得一个自由自在，就玩得很开心。你看他，但是我为什么说他刚才他这种感觉也是我现在有的一种感觉。你知道这20年来，当你意识到，你像就像歌辉，他考虑周围的人，他考虑的东西多的时候啊，慢慢的你就会濒临崩溃，会有这么一个阶段。但是呢有的时候就是到了一个中年危机的一个时候吧，会有一种往坏里说叫自暴自弃，往好里说就叫爱谁谁。就是你知道你选择做一件事情，你然后呢你过去呢就总是在想别人会怎么想我，我做了这件事情呢他们会这么以为，他们是那么，都是那些小市民的想法，但是呢你被这些想法绑架。可是呢我现在就有你这种体会，我现在觉得哎，我管你们怎么想呢，我要真想做一个事情我就去做了，你永远不知道我心里为什么要去做，而且我也没有必要让你知道。我还跟你不一样，我还是会很在意别人的看法跟想法，其实我是很在意的，但我只是让自己你不去听不去管，不让那个声音去影响到你。我跟你说，那个比如说网友那个说你的那些话或者留言，你看吗？如果我不看，如果我听到，我觉得我内心不管真还是假，我内心一定会难受，会不高兴的，因为我觉得我没有那么强大。但我觉得我该听到的，我一定会听到。那我就不要让自己平添很多没有用的那种烦恼，因为我内心不够强大。我觉得就像一开头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碰见的所有人都老拿你的瘦来说事儿。你觉得这个有困扰吗？我一开始有，现在就已经觉得习惯了，而现在也没有太多人老说了。就一开始我，而且我觉得有点较劲，就是我瘦，就是你知道我自己都觉得这个很奇怪，就是有不管是好意还是歹意，所有的人好像见到我，对对，似乎谈起他没有别的事情，就是说，因为我的确、他怎么那么瘦啊？因为我也的确没别的事儿，所以那就只能说点这个呗。那咱俩闹个绯闻，估计没有人说这个瘦。然后我真的就有点较劲。那就说你干嘛给一个那么瘦的人闹绯闻？而且他内心里，我一直说他是我内心住着个胖子。对，他的那个微信的那个头像都弄成一个胖胖的那个唐代的美人。所以那个有一次我给他在发微信的时候，那时候你还不是那个美人，是另外一个美国还是什么什么那样的一个形象的时候，正好我女儿在旁边，然后他说这是谁啊？这样我说这是鲁豫阿姨啊，我女儿就觉得特别可爱，她说鲁豫阿姨太萌了，因为。就是在他看来说，鲁豫阿姨那么瘦，但是他给自己的那个微信的图像弄了个胖子，因为我内心住着个胖子。我因为我小时候是胖乎，这是缺什么想什么是吗？对，因为我小时候是胖乎乎的，对，然后一直到你看到凤凰早期都是也胖乎乎的嘛。对呀、对呀、为什么变了呢？那后来自己慢慢就瘦了嘛，然后所以我看我自己呢，还是当年的那个样子。我老觉得当年的那个小孩，但我需要通过第三方的眼睛看我自己。我想，哎，这个人瘦，这个人是我，我很瘦，就我需要这么一个过程。我们刚刚开始住在，就是刚刚开始我们在香港住在一块儿的时候，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哈？我就有一次咱们两个就也不说什么是杂志上的那些男明星啊还是什么，我大概就言谈话语中表达了，就是对于那种特别胖的男人我不太喜欢。然后他当时还特别恶毒的就这样看着我说，哼。总有一天全世界的胖子一起做死你。是吧，想胖子对吧，我内心对于胖子是有一种天然的一种亲近感，一种保护跟亲近感。对，所以他其实他。那你那个时候觉得我胖吗？我现在老觉得当时你是胖乎乎的，对，不是个胖子，是胖乎乎的。所以他内心里的潜台词就是胖子，不许你们歧视胖子，也不许你们对瘦的人有偏见。这是他内心的台词。我内心这点就是，他实际特执拗，你觉得是不是？轴，我比较轴，他有种轴劲儿。那对，但是您要说胖瘦呢，那就歌辉，我就觉得很厉害了。我那天还问你呢，我说这个生了孩子的啊，那么快速的要减回到就我不算快的，你看现在的这些就是活跃在目前的女艺人女明星什么的都是几乎就是生完以后刷摇身一变，我费了半年的功夫才瘦下去，而且是弱普，有一天就是大概我生孩子以后对吴若普大概三个月在那个电视上，然后他的真是好朋友好哥们儿才会这样说，当即发了一条短信说歌辉你要是还想
再干这一行，你还想再出现在我们面前的话，赶快给我减肥去。哇，能让若甫说出那样的话不容易，我觉得。哎，歌辉实际是个阳光。他是个特别从生活中容易享受到幸福跟快乐的人。我比较大线条嘛，接地气嘛。他比咱俩容易快乐。啊，他是就阳光的，要活动，而且永远是朝气蓬勃。我过去老说他，我说你像是那个什么银河少年歌唱团那个出来的那种。他以前就是吧，好像。是吗？我没去过合唱团。就是他是那种范儿，就是那种、哎，到一个地方啊，就是要蓬勃啊，要、你记得就就文涛打羽毛球去，整天他老发动。咱们在那个香港黄埔花园住的时候、我们俩打羽毛球，哎呦，他让我打到晚上九点都打，香港警察来了。我记得我在家里面躺在那儿，我躺在那儿看各种各样碟，我记得。我看各种各样碟，然后你们去打羽毛球，还打篮球什么的，我记得。所以你这香港人就是，你记得吗？警察来了，真的。咱们俩，你看你又完全忘了。这段咱们俩打羽毛球，我当时我说香港人怎么这么孙子？是因为过了某一个时间，他投诉了是吧？投诉好像是，九点晚上九点，咵，两个香港警察就来了，说你们干嘛？说人投诉你们，我说谁投诉呢？那警察往上一看，我看香港人也够轴的，他那可能瞄着眼呢。有一个人拿着电话就往下看呢、他就看警察要抓他。我的天哪！所以你像当年我们有过这样的这种，所以你们是早期在那个香港给大陆的那个居民造成不好影响的。对，勇闯禁区啊，还有当年我们俩都失忆了的那一晚上，对，都至今不知道是睡在一个床上。那是在五楼吧？咱们住五楼，我记得。对，然后我还带了那个大牛头，对，一直放在那个窗外。我从云南回来。